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福达电池的正极为何呢？好啊，比如说像这个，像铜锌电池就是一个福达电池。好，那我假设哈，这个是正极哈，正极代表那个电流流出去嘛，电流流出去代表什么？代表电子流进来，哦，电子的话跑进来，那电子跑进来的话呢，它会产生什么反应？它产生的反应就是说，这个金属了，哦，金属的话被还原，哦，假设它是以价，哦，是比喻了，哦，比如了，它变成呢，还原成呢某个金属，所以的话，它这是还原反应的。还原反应的话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它活性哦比较差，哦，活性比较差，所以正极呢是活性比较差，比较差的那个金属，也就活性小的金属，哦，所以这一题哈，哦，答案应该选 B， 哦，活性小的金属哦，当成呢是正极。